凶险床位风水，南投哀刀命运。冲到床的是脚的位置跟妇科的地方哦。脚，我明年脚要开刀说，因为我有严重的拇指外翻。对啊，而且我的如果没有好好处理风水问题的话呢，不仅是脚开刀，嗯，住久的话还有其他部位也会开刀。